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那是讲起有一康说几句啊，咱都有几来千万年入来咱的落地啊，安尼算什么就给啦？搁再讲，咱若加赚几落千万，就等于是伊减赚几落千万。那想到这個，就应该买你的手机啊！水，我牛干王这些人上大错哦！饲两只无阮陪伊，食我来洗我外狗！王牛干，咱即马伫咧沙洲啊界。会当讲是超超的平大，而且我即马资金已经有够啊！你要等我一块一块，把你所有的地盘拢吃落来，咱才来看卖啊！什么人是老大？莫他妈的搞混去啥？东西是毋是才会不停在走？你两个早都应该叫出去倒去争啊！你讲到这话，我即马才想到，伊即马已经叫你赶出去啊！而且你即马身躯边无任何你当信任的人，我看你啊！就准备包起来扛。今日要听清楚，恁爸是天公祖、天公仔，我的八字比皇帝搁较重。任何人要侮我，无可能侮我的道。听有清楚无？免伫遐讲大声话。啥物人是天公仔，搁毋知影的？等下，等下走。也够啦，王牛干，这话已经叫你赶出去啊！咱再看卖啊，等你上山头一讲，伊是毋是肯来甲你碰到？我敬您，您水，我好大哦。嗯，吴安大啊，拄食迄个敢是李明昌？无紧，过笑着袂久啦。嗯，过笑一阵，等你变较乖的时，恁爸就甲扭落来，我摔一个空卡去。吴安大啊。我最近听讲李明昌吼，迄沙石生意是哪接哪做哦，而且吼后面有一个正大的金主在甲赞助呢。讲了无唔对，一个李明昌最近敢安尼摇摆，绝对是有人在做靠山。照你看起来，我要开始培养我的政治势力，但我都该拼输赢。讲真嘞吼，恁嘛拢知影讲这个做生意的上惊去拄着政敌的，无紧啦。不管伊背后迄粒山有偌大粒，伊即马有偌强，等我牛刚吼去打着政敌之地，总有一天我一定要甲这李明昌甲地刚们我的手头，固在我他妈手里啦。哦，你敢那有迄个意思？要要偷出来插政敌之地哦？真的，干部告诉各位，凭我伫地方上的势力，干袂用的。嗯，吴刚大，只要你一句话吼，阮大家就听到底啦。你讲的哦，千万唔通放袂记啊！不要碰伊，来，我警告伊，来做一下，打死狗，望各位倒收天哦。一定啦，一定啦，来，万叔啊，拜托啦，好。
来到三哥，来。一支针，一条线，一款人，一款命。有人输，有人赢。随人行，一领衫，一支线，一粒心爱看破，有时勇，有时惊，无要怨。也着行，浪子啊，飘泊在心甘的快活，不通搁继续糊涂行。浪子啊，回头紧靠我，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声。你哪知道我在这？你可知道我是你的老爸啊？嗯？我咧感觉你的心内应该是无我这个老爸才对啦吼。你若无奈，连一通电话都拢无要敲给我，也拢无要回去迄个厝。嗯？南京话都会探听到你伫遐上班的消息。我到我就找到你，啊！你怕什么做？这世人无要另外这个老爸啊，就对了。爸，你唔通误会，我唔是无要跟你联络，我只是希望等我拍拼出家己的事业了后，我再等去看你。你即摆当在这个所在咧吃头路，叫做大变事业。你即摆开会车，嗯？啊！你我怎啊是开一间货柜公司给你？啊，是讲把这个所在改变了，让你去经营，你看好不？爸，你别安尼好不？我只希望用我家己的力量去弥补萱萱伊爸爸，因为即马只有靠我家己的双手太急，因厝内底人才会答应，才会接受。啊！你我赚的钱是算垃圾钱就对了，我是劳模，所以你身躯顶老的嘛是劳模的血啦，啊啊啊！爸，你莫误会，我拜托你，你先离开好不？我真无简单，才找到这个工作，你莫让我乱去死头路，死到你搁找无着我。你这么是咧威胁我？爸，我当然不是这意思，我只希望你会当成全我，用我的力量去帮助萱萱伊厝内底人的决心。讲来讲去，拢是为着萱萱。你的心肝内，敢若有萱萱，拢无我这个老爸就对了。我是咧想，人都已经无要插你诶，你是咧坚持啥？啊？无要讲话，无要讲话，意思是讲，永远拢无可能放弃萱萱就对了。你讲怎样？我昨在酒店拄到李明聪，伊甲我呛声，你敢不知伊甲我呛声？伊讲我即马身躯边拢无够人，无一个会当信任的人，要甲我报倒是诈骗的代志。我听到伊讲遐话，我足生气。伊也毋过我更加感觉悲哀。你敢不知我悲哀是？我有一个后生遐尼壮哉。竟然无愿意倒来跟我斗三工，无敢讲你目睭金明，看到叫李明忠卧倒，拍到要痛到爬袂起来，你才要倒来救我？你袂感觉迄个时阵已经上万了？嗯？爸爸拜托，倒来我的身躯边，安尼好不？倒来我的身躯边跟我斗三工。
这李明昌一直要抢我的地盘，我已经忍受不了了。你回来，我杀你出来做管理员，等你议员选掉，咱要创啥拢会使？你要甲萱萱斗三公，你今无机会是无？啊？是的吧？我已经下定决心啊！这款的生活过起来比较艰苦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靠我家己双手所赚的钱，我会感觉较实在。这才是我要过的生活。甘愿当只开火车，无愿意当来选管理员？爸，我已经不是较在这位啊。咱爸仔的观念在想法，愈差愈远，你还是回去好。嘉伟，我跟你讲，你我听清楚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千万唔通让我死心。死到你要回来，连我这个老爸，我连插都不会插你哦。那真正有迄天，你无一定我这个后生。我还是叫你一声爸爸。是的吧？我真正无法度搁转去你的身躯边，替你做遐个代志啊！我等下过来找车，我先去准备啊。浪子啊！漂泊的心甘会快活，不通阁继续糊涂行。浪子啊，回头紧靠岸，为前途，为着名声。浪子啊，漂泊的心甘会快活。小糊涂行，浪子啊，回头紧靠岸，为前途，为着好名差不多。嗯，我咧一头大头咧，也唔看你诶。嘉伟，阿杰，这是你的薪水。阿杰，多谢你啊。真紧，我记了偌久啊！我想着以后哦，逐天早起拢通食着你准备的早餐，我心情就真好。恁食。嗯。对啦，今日是礼拜，阮带着你出去佚佗无？好啊，助理搬出来，你拢还袂回去呢。啊，等下今仔日有时间，不然带弟弟做去看恁爸佮阿姨好无？唔免啦，啊，反正爸爸今日有安排家己活动，咱就卖等伊交了伊啦，吼。大伟，你嘛知影，恁爸本来对我有误解啊，所以我才想讲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就较直去恁家行行，看是毋是应改变伊对我的看法啦。安尼哦，是安怎？君讲你有代志要问我？
我老实跟你讲啊，其实我伫外面岁数大，是因为我叫阮爸赶出来。我发生这种代志，你哪会跟我讲？敢是因为咱要结婚的代志？你真正无应该跟恁爸闹干呢？你安尼做，不是害对我的印象搁较无好？丽文，你莫安尼想啦。 我爸爸迄个人，我真固执，别人啊讲啥哦，伊根本就拢听袂入去。就算讲你即摆哦对我转去，你安怎甲解释，伊嘛袂改变伊的想法。我袂当因为我即摆无大说服伊，就去耽误着咱的未来啊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就搬出来，而且佫是甲我做伙住，我对恁爸真正就袂得过。这你放心啦，阮爸爸迄边哦，我会佫想办法说服伊。 我相信时间若久，一定会落软，就会接受咱已经结婚的事实。希望是安尼啦。结婚以后，我一定会尽力去做，让恁爸因改变对我的想法，接受我甲弟弟。外甥，萱萱，小姨，你的介绍就过来。 来，你来坐。谢谢。小姨丈。对啦，我就想讲上班进前来你的亲厝看卖啊。丽萱，欢迎你来阮家。饮茶。多谢你，小姨丈。哇，恁的新厝看起来真舒适，真温暖呢。小姨丈，你要若跟阮小爱结婚，一定真幸福。 多谢你，啊，对了，萱萱，顶摆你毋是讲恁爸爸要去美国开刀做治疗？我想哦，既然你都已经叫我小姨丈啊，咱就是一家人。我想要到处一寡医药费，好不？小姨丈，多谢恁对阮爸的关心，啊，不过阮嘛可能袂接受啦。其实大姐哦，真正无需要遐尔见我，大家拢是一家人啊。 互相斗相共，这本来就是应该啊。就亲像嘉伟啦，伊嘛无希望看到恁负担遐尔重，所以即马才会去开货车趁钱。我知影嘉伟是真心想要斗相共啦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毋知影伊对倒位听到阮爸互学校之前的代志，结果伊竟然去恐吓学校的董事长，害阮爸互董事长误会。 本来两叔公，嘉伟真心想要悔改，结果佫走去共人恐吓，我实在就失望了。敢是伊讲嘉伟佮咱讲完以后，就走去大姐夫学校？嘉伟，那遮尔糊涂做这种代志啊？所以这件代志是恁佮嘉伟讲的。萱萱。 我想嘉伟出发点哦是好意啦，绝对唔是挑工的啦。伊哦，就是做代志较冲动，也毋过相信伊安尼做哦，嘛是为着要弥补恁爸爸，替伊争取搁转去学校的机会。啊，就因为安尼，伊就走去共人恐吓。早都甲伊讲过，阮到底代志要用关心吗？萱萱。萱萱。 我会搁找机会哦，甲嘉伟苛刻啦，叫伊以后做代志，莫阁遮尔冲动啊！吼，本地我甲伊无关系啊啦，伊是要去开货柜车，也是共人恐吓，拢随在伊啦，我袂阁管伊个代志。小阿姨，小姨丈，我先去上班，后过有机会我再过来啦。哦，好啊，再见。嘉伟，嗯，拜拜。丽文，我感觉萱萱哦，佫真关心嘉伟，若无就别专工来找咱啊。是啊，啊，不过嘉伟这届哦，真正伤过冲动啊，伊安尼做，阮等阵哪有可能佫接受伊？你放心啦，我等阵哦就去找嘉伟，这代志交我来处理。
嘉伟啊，那是人学校的人事问题，恁哪会当去人恐吓啦？你安尼总吼，等到海巡县爸爸名声拍歹去，你知无？我一开始嘛是好嘴甲讲，啊，迄个董事长无论安怎就唔肯答应，我唔知影，代志最后哪会变到安尼？你做代志哪会遮冲动？既然你都下定决心要离开王府港，要做就要做到彻底，莫卡袂着要塞路满片。安尼是何萱萱对你更加失望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所以我即马才真后悔啊。后摆吼，你拄到代志，一定要先冷静落来，想个清楚，再来决定要安怎做。即个这代志吼，你家好好检讨啦。也毋过，千万莫为着要弥补家己的过错，搁做出何萱萱出来的人为难的代志。萱萱，我是因为听到阿伯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我才着急的。啊，唔只系想讲用这种办法，看是不是会当赶紧替恁解决问题。你是要解决啥？阮爸也是好好好之前啊，你安尼做，等到害阮爸无头，等伊好好做好掉，你实在害我就失望的。萱萱，是的啦，我知影这个代志是我唔好，啊，不过你放心。我会阁想办法做弥补，你莫生气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讲你是真正悔改，靠家己的双手在赚钱，心肝人替真欢喜。想讲你若今日动，我拢会祝福你啊！想袂到你会走去恐吓学校的董事长。虽然你即摆无伫阿伯身躯边，不过你即摆做代志的方式，甲罗某啥物无共款。你若继续安尼，我甘愿你莫阁为我做任何代志。好好，萱萱，我答应你。我以后袂阁做这款代志啊！你要安怎做，拢跟我无关系，我要回去了。萱萱，萱萱，我今日除了专工来这给你回信的以外，还阁有另外一个目的。这给你。这是我开会开车赚来的钱，你摕去。我知影阿伯，伊准备要去美国做治疗，真需要用钱。啊，虽然这数目无多，至少代表我的心意，请你一定要收落来。啊，不过遐尼短的时间，你哪有法度赚遐侪钱啊？开会开车，本来吼赚的钱就比较较侪，而且我即马一个人住喺外口，是不是有等于厝嘛不要紧，所以就天天加班啦。你提起啦，我早就甲你讲过。爸的代志跟你无关系，你现在总拢听阿无？那你变白干蛮太急，你是要证明什么？我唔是要证明什么，萱萱，阿伯是因为我才受伤的。你若是无给我做一款弥补，我一世人都无法度原谅我自己。而且我嘛知影，阿伯看若是无赶紧去美国做治疗，安尼给我的机会会愈来愈少，敢唔是？你明天会还到啦。萱萱，只要会当让阿伯再重新行起来，爱我做啥物拢会用的。我知影这笔钱，甲阿伯要去美国做治疗的数目还阁差真多。不过这代表我的心意，我希望你当接受。嘉伟，王嘉伟，嘉伟。咁真正无法度，啊！咱老同事呢，敢袂用小斗三工一下？哦，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啊无吼，林刚我来招回来时阵哦，你都爱等呢。嗯，好啦，好，拜拜。妈，我等来啊。等来啊。妈。
你是要打电话给啥？啊，着较早吼，农会同事啦，啊嘛毋知影到底是啥物原因，可能运气歹啦，啊招人带回啊有够困难的。啊，煞煞去啦，啊你免烦恼啦，这我会想办法啦，吼。妈，这你提起啊。这么多啦，啊，我都甲同事借的啦。啊，是甲谁人借的？那一日啊，就因咧借这么侪钱。妈，你别管啦，你就提起用啦。啊，我以后再偷偷向同事就好啊。啊，到底是啥人啊？是德秀秀？不是啦。不是。是不是徐医师啊？妈，你都卖管啊啦，不对哦，这都是我甲同事借的啦。好，哎，雪，我是感觉吼，这个徐医师对咱真用心嘞，啊，而且嘛足关心恁爸爸的状况。你看，啊，今麦吼，佫甲咱斗相共安尼济。妈，啊，你以后若有甚物困难，你都甲我讲，我会当想办法。我请你去房间。给你啊，来，下坐下坐，来，坐啦。大助理，哎，今天专工来，啊，有啥物代志？无啦，黄董事长，啊，你大英有大量，无要向阮计较过去的恩怨，等到过人斗三工，所以阮今日来遮是专工要让你说道谢。过去的代志啊，我提起要创啊。大助理。过去了，什么任何得罪你的所在吼，请你唔通见怪啦，吼。啊，卖客气啦。而且哦，你嘛是去王刚利用啦，算起来你嘛受害者咧，吼。既然这个咱都要合作吼，好好做代志就好。董事长，我知影，多谢你体谅。较早你在王刚那边，我都感觉讲你是个人才啦，所以客气一滴去，我都随答应。而且我嘛知影讲，你伫王刚那边受真侪委屈，吼，我嘛替你抱不平啊。董事长，多谢你这样支持我啦，有你的相挺啦，我相信我一定有能力，把王刚压落底，让一世人永无得翻身。刷落来就看你的表现。好，无问题。啊，董事长，今日公司吼投资这么侪钱，那你以后就是阮的董事长啊，还是讲？公司的小话是不是逐天啊起来，互你签一个？也是讲你的车任何人来公司来管下小话咧？免啦，既然要合作啊，我就信任你，吼。恁两个就好好做，以后每个月啦，伊就派人来小话我看一下就好。董事长，多谢你这样信任我。啊，你是个人才啦，吼。啊，客气嘛，我嘛一直真欣赏，所以恁就好好做。我阁有真侪需要，以后会慢慢来讲。黄董事长，你太过客气啊啦！我知你有一个后生叫黄大伟，伊能力嘛足好个啊。我伫想讲哦，除了刷车场个代志以外，敢阁有其他个所在需要我哋斗相共？我个后生哦，未高中啊。董事长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厝内代志啦，吼！我这后生，我真希望，我总讲一句，即届若是当合作顺利，以后还阁真侪合作的机会。好，阮知影。董事长，若是要个代志吼，阮歹交了啊，阮先来走。好，先走。拜拜。我是无伫个身躯边呢，我辛辛苦苦一世人打拼落来事业啊，竟然阁要找外人来甲我斗相共啊！
蔡萱萱有伫个无？我是伊个妈妈。萱萱哦，去台老孙病房，应该等下就回来啊。哦，多谢你哈。来。外科主任，请你去办公室找伊。好，我知，我先等下。喂。护士小姐，救命的吼！这个医师吼，是不是得神经外科的徐医师啊？是啦，阮家神经外科的医师吼，跟他姓徐。哦，多谢你吼。来。徐医生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蔡萱萱的妈妈。哦，阿妈，阿妈你好。你好。请问阿母有什么代志？哦，无啦，是想讲哦，来甲你说一下多谢。那不是因为你甲我讲哦，会用出国去治疗，我到今嘛还佫唔知影要安怎才好。还佫有啦，真多谢你哦，这么照顾阮萱萱。妈你讲啦，我知影萱萱哦，伊做有效的，我知影这个消息。当然要赶紧甲通知啊！多谢你。无啦，阿对啊，我过过阿伯断层扫描，伊的气道萎缩的情形哦，愈来愈严重啊。总共恁的钱已经准备好啊，就要赶紧甲伊送出国，千万别出拖累。我知影，我知影这种代志吼，袂用搁拖累。啊，不过一时来赚遐尼济钱，对阮来讲是有困难的。我顶摆嘛问过萱萱这个问题啊，我想要甲恁斗相共，啊，不过。伊就是搞结转，啊！唔过萱萱有得，你是安怎？啊，无啦无啦，无安怎？那无我就先去无闲啊。阿伯的代志，你若真正需要斗相共的所在，我一定尽力的。多谢你吼，多谢。钱唔是甲徐医师借的，那呢是对倒来啊？是安怎萱萱要来骗我？萱，妈，是安怎？我拄则有拄到徐医师，人根本就无借你钱，是安怎你要骗我？你讲啊，迄钱是对倒来？钱是谁给你的？是王家伟摕给我的。你不是跟我讲，你已经无跟伊来往啊？是安怎你要摕伊的钱？根本你之前所讲的话，拢是在骗阮的。妈，我真正无跟王家伟在联络，这次是主动来找我，把钱摕给我啊。而且我嘛无讲，这笔钱是我跟徐师借的。是你家己我没有，哪会当怪我？啊！你明知我甲恁爸无希望，你甲王家伟阁有任何会牵连，是安怎你要摕伊的钱啊？根本你唔知伊迄钱是用无正当的手段得来。妈，你袂当因为对家有偏见，就认为这笔钱是无正当。其实这个钱是家伟辛辛苦苦去开货柜车，靠伊家己的双手，一点一滴打拼赚来。虽然伊即届会去好好恐吓董事长，伊安尼做法是毋对，但不过伊安尼做，嘛是为着要弥补伊对爸的亏欠啊。妈，我知影你对佳伟一直无法度谅解，但不过你袂当因为安尼，就一直忽略伊想要认真拍拼的决心。伊对恁爸的伤害，毋是金钱用的弥补的。妈。爸今日变甲安尼，拢是我一时糊涂造成。迄天是我叫佳慧带我走，才会造成今日这意外。你袂当把所有过错拢撒给佳慧。既然你甲爸愿意原谅我，是安怎袂当原谅佳慧？明明毋是一个人的过错，是安怎爱让佳慧一个人去承担所有压力甲责备？安尼对佳慧足无公平啊！萱，虽然讲恁爸的意外，你会负真大的责任，啊，不过迄嘛是因为你认识王家伟这个人，所以你才会做糊涂的代志。伊哪会讲摕一寡钱出来，都当作无责任嘛？妈，
嘉伟已经这么投票这个，伊一直想要弥补爸，是咱一直无予伊机会，敢毋是？妈，我知影你甲爸为着要让我心内较好过，所以把所有的责任拢撒予嘉伟。啊，不过我心内真清楚，我永远都无法度投票这个责任，所以拜托你，莫阁怪嘉伟好不？你若愿意原谅嘉伟。 等于原谅我也不好，原谅我对爸造成的伤害。雪，我知影你对王家伟感情放足深的，因为恁爸的意外，煞害恁两个人拆分开。其实你心肝内痛苦甲无奈，妈拢看你的眼泪，嘛替你真艰苦。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 两个人要做伙，除了缘分以外，还佫有真侪因素爱考虑，所以你爱看较开的。我知。既然王家伟已经知影，爱考家己的能力去赚钱，其实妈妈替伊真欢喜。啊，不过不管以后是好还是歹，迄拢是伊家己的造化，佮咱是无关系。 所以我希望以后莫搁伫咧我甲恁爸的面头前提起王家伟这个人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去无闲，安尼我来等。 生活过去还比较较艰苦，无毋对。啊，毋过靠我家己双手所赚的钱，我会感觉较实在。这才是我要过的生活。我吴刚到底做唔做虾米代志？拼规世人的事业甲财产，最后拢要留给佳慧。谁说这佳慧来想袂开，竟然要来对待我？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请问王家伟有伫个无？你要找家伟，家伟无伫个。伊无伫个，安尼找你嘛，共款。这钱是王家伟提给阮萱萱的，讲是要弥补我，啊，不过阮无需要，请你提给伊。 阮家伟无眉无脸，干嘛开拖拉机？就是因为要趁钱给恁的。哼，对我这老爸都不要友好，竟然为着恁去趁种辛苦钱。我不管伊这钱到底是对倒来，阮家己会想办法，阮绝对袂摕恁的钱。这个钱，麻烦你甲收。 进前恁气嫌我，嫌我的钱垃圾，无想要摕，我不会讲。也毋过今仔这个钱，是我后生借的，辛辛苦苦赚来。你安怎，恁的气嫌少？我早就甲恁讲过啊，我的翁婿即摆已经半身不遂啊，毋管恁安怎弥补，迄拢无路用。 我希望你会了解啊，蔡校长伊受伤，甲阮家伟一点仔关系都无，迄是因为阮家伟良心不安，伊感觉拢是伊的毋对，伊担起所有的责任。迄若换作是我，我无可能啊，这责任到底是谁？你敢知影恁即马害家伟？伊承受偌大压力，我尔痛苦，伊已经离家出走，无想要伫我这个老爸。 为了这件代志，我失去我的后生，咱就请教一下，我这损失，什么来给你补啊？王家伟离家出走，无唔对，这件代志母到最后，是我失去我唯一后生，那是恁爸仔囝的代志，我只是来还钱。
嘉伟为着恁萱萱，为着你来坐轮椅的红婿，伊安尼负起所有的责任，伊无要提我这个老爸。你讲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伊安尼讲敢对？嗯，你要走，无要紧。这个钱，麻烦你提起。卡叔公，你若对阮嘉伟有任何不满，麻烦你把你这个钱当面提给伊，当下面看你要哪个骂，看你要哪个怨恨，拢由在你。所有一切从今以后，我拢无要插，麻烦你提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